83%的不算拼就成什么，而剩下的部分叫做有一点迷惑。通讯努力的朋友好久都没有联络，忙着忙碌那天才解脱。每天每天的新闻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埋葬了偷做个梦也没什么不妥。大人的世界是非对错该如何反驳，生存游戏谁跟我一过，谁还在哆嗦，谁还在啰嗦，我说拜托拜托，请给我个避难所。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困了，我睡了，几天新时代都躲进去被窝，明天再说。童话故事里的美丽被什么给戳破？关于真的假的，要叫我如何做梦？好多人戴着面具勉强着不甘示弱，猜测着明天是福是祸。谁还在哆嗦，谁还在啰嗦，我说拜托拜托，请给我个避难所。我疯了，我狂了，我幻想还有快乐，我累了，我倦了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困了，我睡了，今天新时代都躲进去被窝，明天再说。多多